提拔雷动告诉我还一把的欢迎准点击文字告诉下面点击官面播出的提拔动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气生造就是这么健康文体保动告就是我们开心台告我下次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夜的节目这样精彩扎起来管家今夜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老以结婚要注意高脸尊马和仔细又送小贝好呀甜品故事不沾尬炫酷助兴一起秀家装豪宅吃不够今天是礼拜四了一般那个临近这个周末啊都会感到身心疲惫毕竟呢已经忙了快一个礼拜了所以一定要劳逸结合今天我们讲来的专业和高点大家跟在一起动一动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家运动训练中心啊咱们要来练练身材可能有人要说了我这身材这么好还需要练吗当然需要了因为这个身材管理啊是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啊每天都得来管理好今天我们训练我们的一个手臂后侧的肱三头和我们女生比较熟知的一个掰掰肉然后我们消灭它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凳子然后我们把双手握在我们的凳子的后外端然后我们双脚往前移动并拢好我们的双手抓住我们的凳子的外端握紧然后我们双脚并拢挺胸抬头好我们臀部往下降双手微屈好直至我们的肘关节到90度好发力挺胸吐气好这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动作好我们连续完成10次好嘞这么多你学会了来徐教练看一下我做的对不对好我你先做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哈他手上的话一个支撑的问题我们手肘的话尽量是朝正啊对对对这样的话你的腕部就不会发现疼痛哈、啊、有些人患会容易损伤啊手要朝前面对对对、啊、然后我们双脚并拢要并拢对、啊、对保持挺胸好然后慢慢下降啊你手跟脚都错了对对对吐气收紧挺胸吸呼吐气发力呼对保持挺胸状态很好啊来继续向下降对 OK 吐气对你会慢慢感受到你的手臂后侧开始发力收紧了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姿势就对了对吧对 OK 很好啊再保持挺胸做几个呢好我们希望是达到10次好吧对初学者尽量是10次总共做几次对我们做3组就可以了好吧对加油好刚才呢我们练的是这个手臂啊掰掰肉接下来有没有这个练腿的你看很多女生想练成这个蜜桃臀或者男生想把这个力量练得更怎么说更强壮一点啊有没有练臀部或者练腿的动作可以我们就带来一个深蹲的练习好好吧开始吧好双脚与肩同宽微微外八双手插住腰间挺胸抬头吸气微微臀部向下降找我们的凳子好去触碰凳子之后然后吐气大腿发力臀部夹紧站姿那我们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让初学者能接触到这个凳子对让他安稳稳地坐在这里然后吐气发力对再站起来对再站起来但是不能完全坐下去对吧对不能完全坐下去对对对对好注意一个细节哈你的膝盖开始往内了哦对要顶我的手来对保持这个张力来用力对你看你自然会大腿向外用力是不是啊对对对对感受一下夹臀的感觉起来的时候对有啊感觉我的屁股已经变翘了挺好的好练完腿之后啊我整个觉得这个腿好像怎么说呢很胀的感觉简直对有点胀的感觉对对对而且我感觉练腿这个效果特别的明显然后明天估计我的腿就要发酸了啊咱们是不是这个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对也是说尽量的话我们大概就10次好吧保证10次然后3组初学者的话都是在这个前提下不要去多做次数等你熟练之后啊我们增加一个组数增加一个次数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手臂和腿都练完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身材的困扰就是这个肚子大肚腩这个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引用这个凳子来练消除我们的大肚腩啊没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直臂提膝然后加紧收紧我们的核心好好吧举起来好现在进行我们第3个动作我们双手支撑在我们凳子上与肩同宽双脚伸直使我们的身体呈斜板保持直立不要塌腰也别弓背撅屁股 OK 保持直立好双
发力的时候，膝盖去触碰你的胸部，去找。好，慢慢回，停留2秒，吐气，然后慢慢回收，身体始终保持直立，也是进行10次，主要是强化我们的核心。这样做对吗，许教练？还是你的手的问题哈。我们首先要摆正，放正前面。对对对，这样对你的腕部是比较好的。然后手臂微屈，对，与肩同宽，然后挺胸，对，很好。然后保持核心，这时候你的腹部，对，要收紧。好，慢慢提膝，对，向你的胸部靠拢。对，很好哈，来慢一点。现在我做的是对的。对，没问题，没问题。做对了，那我能不能加快一点？这样动作是不是可以快消掉？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一个动作能不能再加快一点，然后燃烧更多的脂肪呢？那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是导致地在你的核心稳定的前提下，对，建议的话就是初学者尽量是慢速进行，对，能在上面停留2秒是最好的。来一二，对，再下去一二，对，一二停留，对。在你保证稳定的前提下，哎，你进阶加一点难度，加快速度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保证你的核心就达到收紧的状况。好嘞，那这个我们是练几次呢？好，我们尽量的话完成20次，单脚的话一边10次。对，这样的话我们进行3组是没有问题的，在初学者前提下，是不是已经很累了？对，很好。继续加。一把搞背移，3个杆单个动作，在办公室我们就可以进行搞样个运动了啊！就说我跟你呢，一定要搞动一动，可以分解你身上一些老水，哎，搞得不好还可以跟那个肥牛搞得白。好，休息我们今天的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别走开，马上回来。6种坚果，666，6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高能吸收，6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瑶6种坚果，大家好，现在呢有很多病的山栖，还有劣质的山栖，被拿到市场上去卖一个特别高的价格，也有很多人来到我们这里批发货，然后卖到各个地方去。价格翻了好几倍，反而是我们文山人自己种的山栖卖不到一个很好的价格。我们种植户同都市原选直接合作，成为了都市原选山栖的合作基地，把我们文山最好品质的山栖通过都市原选产地直销的模式，不经任何中间商环节，直接卖给消费者，让广大的用户花最少的钱吃到我们正宗的文山好山栖。买正宗好山栖就来都市严选，原产地直购，品质好，价格低，优级三栖低至每斤99元起。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1楼都市严选，原941院正对面，九江、抚州、景德镇、萍乡等10地市都市严选有售。真柚源于母乳灵感，6针清体配方，亲和人体 SN2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看江西都市频道，享育婴博士豪华大礼，育婴博士奶粉，贝因美出品。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提升早就是这么健康。欢迎大家飞到有在逛帅风年纪冠名播这个体包通干，我是阿志。新阳我们的联名故事有好，可是一个网风产品，天马提刀拦中的一个时间，好多年没得加起排队啊，那些排得老肉啊，等个1-2个钟都有小症状个。新阳如果大家好胃了，那就不要排得堆了，在屋里就有得加。今日甜品芋泥麻薯肉松小贝，制作难度3星半。今天我们制作芋泥麻薯肉松小贝所需要的原材料有：牛奶60克、蛋白200克、赤藓糖醇75克、低筋面粉45克、芋泥200克、玉米油60克、蛋黄6个、全蛋1个、玉米淀粉10克、色拉酱50克、肉松适量、牛奶170克、赤藓糖醇15克、木薯粉16克、咸蛋黄沙50克。首先蛋黄搅散，再加入牛奶搅匀，加入全蛋，然后加入玉米油搅匀。第二步，把低筋面粉过筛后加入蛋黄液体内搅匀，再加入玉米淀粉搅匀待用。
第三步，蛋白和赤藓糖醇倒入无水无油的奶油缸，慢速搅化糖，挤入一些柠檬汁，去腥的同时增添风味。随后中速打发蛋白，而后快速打到鸡公尾状。蛋白部分分三次加入，蛋黄部分搅匀。翻拌，温柔的搅拌，不能很毛躁，不能很用力。烤盘上铺好油纸，混合好的溶液加入裱化袋里，用上圆嘴裱化嘴，在烤盘上均匀地挤出小贝的圆形蛋糕坯。烤箱预热180度至200度间烤8分钟。下面我们来制作麻薯酱，牛奶和赤藓糖加入奶锅搅匀，随后加入木薯粉，搅匀之后开电磁炉小火，一边中慢速搅拌，一边加热，直到锅中液体变成细腻粘稠状，离火就可以了。我们把沙拉酱和我们蛋黄酱一起拌匀，咸蛋黄沙2勺，拌匀。喜欢吃咸蛋黄的蛋黄沙的可以多放2勺。咸蛋黄酱和麻薯酱都装进裱化袋中备用，还有事先压好的芋泥也装进裱化袋中，小贝的蛋糕坯也烤好了，接下来就可以组装芋泥麻薯小贝喽。先挤上一层麻薯酱，再来一圈咸蛋黄酱，反扣上一个蛋糕坯，再挤上一层芋泥、咸蛋黄酱，盖上蛋糕坯，整个小贝裹上麻薯酱，然后在肉松海苔打上个滚儿，芋泥麻薯肉松小贝这就做好了。芋泥有解毒通便的功效，加上独特的低糖小贝配方，香甜可口，吃上两个也不会觉得腻。芋泥麻薯肉松小贝您学会了吗？肉松小贝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喜欢加个一碗点评，大家一定要好评我们厨师的配方。好，接下来个时间呢，我要跟大家聊。我来了，我来了。哎，我刚刚是错过了什么吗？我们刚刚做一个肉松小贝啊，哎呀，搞了，有大不了了。哎呀，我怎么给错过了呢？我正想来看看今天做什么，这样明天早上可以学着做给全家吃啊。对呀、啊，各个厨师早点去做好了肉松小贝。嗯，是。不过话题聊个早点是特别重要的，对不对？嗯，我们家一天三餐里面呢，早餐是最丰盛的。嗯，话的对，有道理。你说每些人正早上是应该给你好休息。我住下，想早点不？妈。不睡觉不行。弄了，别都呼噜呼噜了，你都回来帮我弄。冇加早点，我隔两分钟咯。哎呀妈，我尽都不加早点了，好不？不要都没事的，好你突然压回里头。尽都不加早点，尽都不加早点。咋的？咋不运动了？不休息休过了吧？差不多，差不多。隔两休息，你不用帮我们家弄，我想弄。哎，说了吧。哎，我现在弄个稀的都加不起。我弄啊！小家子洗碗。现代人常常一起床就开始忙活，也经常像阿芳这样顾不上吃早饭，或者匆匆几口就赶着出门。但其实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极大。我什么？你妈就这些东西的呀？这些胃吧，就我胃有这，我有这左边胃在中间呢。这胃一般在靠左边。哦，它这个不是胃，胆的地方。胆啊，对对，刚有胆呢。就是你以前有没有慢性胆囊炎？没有啊。啊，别的东西的，我最近就是过了好重的。他这个可能是跟胆囊有关系。啊，你是不是早上没吃饭？耶，那么晓得？哎，你长期不加过。不是，我也没有办法，是吧？那早上女在家是有多，她个月发子肿，又没啥子衣服，那个勒不痒了。啊，胆有问题。啊。嗯，一般来说，慢性胆囊炎、胆绞痛就会导致这个症状。就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就是不吃早餐吗？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长期不吃饭了，尤其早上那一餐，它会使得我们淤积的胆汁不能及时排泄出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胆囊炎反复发作，甚至导致特别严重的胆绞痛，啊，这样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熊博士说，不少朋友对胆囊炎比较陌生，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作息紊乱，胆囊炎逐渐高发并趋于年轻化，而引发胆囊炎的一大真凶就是不好好吃早饭。现在他这个已经痛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有个穴位可以暂时缓解你的症状。这个穴位在哪里？在手上。你不是那就是右侧吗？右侧呢，你可以选右侧这个腕骨穴，在我们腕背横纹，然后第四指和第五指之间往上捋，腕背横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腕骨穴啊。然后呢，按揉它，要有一定的力度按揉它，按揉的要有酸胀感，酸胀感啊。那么按揉大概多少次呢？40到50次，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我们胆囊这个地方呢就疼痛缓解了，现在感觉要舒服一点吧。对，有的是。有的时候呢，你觉得缓解了很多，有时候还想更缓解，那就两边都摁，左边的腕骨和右边的腕骨都要摁，都是胆，都是胆，这样的话，对它有很好的缓解作用。按揉穴位确实可以起到缓解不适症状的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还得重视早饭的重要性。另外，熊博士还提醒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要按时吃饭，第二个呢，这个早上吃饭的时候，但尽量也不要吃特别油腻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油腻的东西它也会诱发胆囊炎啊。第三个呢，大家如果出现这个疼痛的情况，一个是按压穴位，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服用一点药茶啊。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茶，可以清胆和胃，一个呢有三味药构成啊，一个是法半夏6克，青蒿6克，竹茹6克，把这三味药合在一起，煎水以后呢，大概那个混合150毫升，每天下午或晚上服用，这样的话能够清理我们的胆囊，到了早上的话就不太会发作了，这样的话呢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是要避免，千万三餐要正常，尤其是早上那一餐。我身边有好几个案例，就是因为不喜欢吃早点啊，所以有得了胆结石。哎呀，这胆结石很疼啊，这一旦疼起来呀，真是要人命，而且身子根本就直不起来，可难受了。是哟，还算好个严重的，还要做手术扎胆。哎呀，这个吃早饭又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不是？只是一个吃早饭嘛，大家不能解决吗？所以还是希望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好好的吃早餐。萌萌嘛，对，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大家都要养成个习惯。好，休息，我们进入到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君瑶六种坚果666，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易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君瑶六种坚果，800里洞庭，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真柚源于母乳灵感，柳针清脾配方，亲和人体 SN2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看江西都市频道，享育婴博士豪华大礼，育婴博士奶粉，贝因美出品。君瑶六种坚果666，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易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君瑶六种坚果。广告之后，现在继续欢迎回到浙江帅丰电器冠名播出的体育广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丰提升灶就是这么健康。接下来是民族阿萨居豪宅端上灶。今天又弄个新在哈饭个豪宅。我讲搭配上呢，有点子新鲜。我讲话平时你们绝对没想过，也没讲搭过。反正弄得出来就是一个字，笑。观众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们依然是在我们蛤蟆界的江西都市透明直播间，在我身边是我们的老朋友刘厨。大家好，今天来做的这道菜，我其实以前没有看别人这样搭配过，你先把菜名告诉大家。香菇烧猪心。香菇和猪心一起烧，我总觉得它应该是一道汤菜。不是，可能大家都习惯了猪心呢，就是用来炖汤。那今天我们这算是一个炒菜吗？对，今天这个是一个炒菜，但是我提前呢就是用香菇跟猪心放了一点姜，用高压锅压了5分钟，啊，因为它就压完了以后它就烂了，就啊对。好，我们先来看看这道菜需要哪些原材料呢？香菇烧猪心需要的原材料有：八泡好的香菇、青红辣椒、生姜、大蒜子、猪心。香菇的泡发呢，我们请刘大厨跟我们来说一下，大概是用什么水泡多久？啊，这一般的话就是用冷水就可以了，而且香菇的这上面它有个蒂，我们要把它剪掉，因为它这个香菇的那个根部的它是有一点点沙子的。沙这个有必要。一定要把它。你刚说猪心是怎么处理的？就是把新鲜的猪心跟香菇，放点黄酒，放点姜葱，就用高压锅压5分钟就可以了。因为香菇的你临时炒它也是炒不烂的，为什么我们香菇一般都用来炖汤，它就比较耐火，它就比较耐煮的那种，就是我要把香菇的香味呢煮到这个猪心里面去。下面完了以后就直接是快炒。对对对。好，来，现在开始起油锅，下菜籽油、生姜、大蒜子、小米椒，下锅爆香，小香菇、猪心片下锅同炒，来一点生抽，一点点老抽下锅炒匀，再来一些原汤下锅烧煮。现在我们这个汤其实还是蛮要注意的，这是什么汤？就是香菇跟猪心，要用它去压烂，压烂的留的一些原汁汤。这个很关键哈，我们大家这个猪心的鲜味和香菇的香味都融合在汤里面。好嘞。烧煮一会儿之后就可以进行调味了，来点盐、鸡精、胡椒粉、13香、白糖下锅炒匀。随后青红辣椒下锅配色增香，稍加翻炒，起锅前下入一点水淀粉勾芡，加入一些明油，香菇烧猪心就做好了。香菇烧猪心这样就做好了哈。其实这道菜说起来哈，我觉得它还是蛮快的，主要是你这个猪心处理好。对，就是猪心跟香菇先压烂，压烂了以后呢就是拿生抽或者蒸鱼豉油炒就可以了。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别的关键点吗？除了压烂就是在调味的时候注意不要太咸了，因为它香菇它是吸味的。然后就是香菇要选好，就是选那种稍微小一点的、肉厚一点的香菇，这个吃起来它会更好吃一点。对对对，这道菜其实如果说在家里哈，我觉得我们平常可能去专门炒猪心的菜还是挺少的。对，那今天我们刘大厨教了大家这个方法，还是可以试一试。对对对，感谢我们的刘大厨，他今天教大家的香菇烧猪心，开嘎度，开胃了。因为香菇各种特殊的味道，特别系列都会讲过特别香，但是一碗的猪心可能平时我们都选了温档，用了各种特别的方法，为了有天上的新的菜品。好，今天和在弄脏了哪个先来商量商量。大家好，我姓黄，叫黄慧生，今天希望你们节目送道菜给我爱人。我们今天这道菜呢，是黄叔叔要送给阿姨的。阿姨贵姓？阿姨姓陈。陈阿姨，我们今天这道菜啊，我先不告诉你们是什么，先打开来看一看好不好？你们先猜一下，看这个是什么菜。我只能告诉你们，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来看一看是啥。哦，木耳炒猪心呢、啊。香菇炒猪心。对，答对了，这香菇炒猪心。平时家里面烧猪心怎么烧？平时一般是煲汤吧。一般的、对，其实像我们家里面也是大普通这个家庭里面大多数做法的一般都是拿这个花生炖猪心，对不 对？觉得这样比较滋补心肺汤。
也吃的比较有营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大厨，他创造了一种烧法，用香菇烧这道菜，这个吃起来的味道非常有我们南昌的这种感觉。一会儿回去我们尝一下好吗？如果觉得这道好吃菜好吃呢，然后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把这道菜学回家哈。来问一下啊，叔叔今天为什么会想到送菜给阿姨吃呢？因为阿姨这一辈子都比较辛苦，家里的事情她做了，都是她做的比较多。做了20%多？啊，80%左右吧。剩下的20%是您做啊？剩下的20%是包含了哪些事情呢？那我做的都是体力活。体力活，重活就是他做。对对对。那有哪些重活呀？买米买油。啊、对对对。然后就没了。是啊，为家里维修的电器啊，那个电线啊，老化的、那个。其实他也做了，对不对？他做的挺多的。说到家庭分工的时候，两口子表示在他们家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重活黄先生做，剩下的家务程女士就包揽了。黄女士不仅包揽了，还做到了极致。做的挺多的。那结婚多少年了呢？40多年。结婚40多年。40多年他有没有对你特别好？你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啊，别人介绍的。就怎么就相中了呢？那个时候也比较简单吧，看对人眼就对了。对，但其实这个感情也好啊，这个家庭也好，不就是这样的吗？感情好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您觉得这么多年啊，就是他对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嗯，怎么说呢？嗯，应该说是他对家庭比较负责。嗯，家里的事情呢，他都看在心上，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直都是这样过来，他对家庭，总的来说对家庭很负责任，啊。阿姨，您是看见了什么事情，记在了心里，最后就把它做出来了？就是说家里的事情嘛，本来就是家务事嘛，比较那个就是繁琐，也说不清，每天的事情都不一样的，是吧？只要看到是不对眼的，就把它做下去。您这个是指的是家务事儿吗？家务事，因为男同志们比较马虎一点。对，女孩子就是女性就比较对比较细致一点，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家务事他做得多呢？因为有时我们看得过去，不存在不顺眼，他就看得过去就不顺眼。那说明阿姨对家庭环境这个要求的比较高。嗯，对。而且他想给您给家里面就是一个好的环境，给对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非常干净整洁的环境。阿姨你很辛苦啊，今天这道菜回去得好好吃吃补一补。没吃过，尝一下。回去尝一下好不好？那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阿姨说吗？嗯，美女。美女。年轻时候是美女，现在依然是美女，资深美女，对不对？懂得珍惜相遇的人才会拥抱相知，珍惜是一种善良品质的表达，珍惜是让自己有良好人际资源的基石，珍惜是个人成长的阶梯，珍惜是人性当中的闪光点。老公那个在送的是干个老婆滚下去，对家庭的现在别个负责啊，要处理方方面面，我的给他心一一点点滚下去，给你觉得两个女人英勇真的是幸福了。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的，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按疗程服用效果好。节目结束前我还预告一下啊，这个礼拜五我们个抖音有
要直播了，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李宝堂的官方抖音，直播的时间是下午5点到6点半。记得只要能秀出外与围墙的耳朵福利，一定要关注我。好，让你老实干，我们李宝堂的锁定光绪有道，开心玩乐文明堂，让你个节目再见，拜拜。哎，这就是今天江店长给我安排的三款中国风的汉堡，有北京烤鸭的，梅菜扣肉的，还有个麻婆豆腐的，感觉真的像是点了一桌菜。